基隆大桥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19年10月31号，但是现在的基隆大桥是什么呢？是全台湾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那里谈恋爱的地方，喜欢骑脚踏车的人要去那里去，一定要去那里带着长辈，所以说带着后脚后脚的新人。基隆大桥在我们苏县长的努力之下，跟中央争取很多的经费，把整个基隆大桥改造成为一个非常闪亮的台湾的新的地标，年轻人流行时髦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不会感觉天下大乡，好嘛，是因为安尼，咱的庆隆镇长国民党比较好，嘛是因为安尼，他们讲马英九今天要来，伊要来甲大家讲，伊要推销因的好三年。但是他可以讲什么呢？马英九他最厉害的只有两点，第一点就是老奸生、老欺骗；第二点就是老杀贱人。他今天要来我们云林，我相信他继续要来这里，对他的奸生跟杀贱人来做一个说明，好你家在咱云林人拢真巧，真有智慧。咱会当讲真清楚的，他这一套在一年来，我们人民都已经改跨套套去了。八八水灾，不把人民的痛苦当痛苦，农民的辛苦他看不到，继续要签 X 法，牛肉要进来，做任何人民在责骂他的时候，他都十几年照我第二刷，我爱讲任何大家庭的话，国家不幸啦。算是这种的国家领导者，地方嘛只有靠家己啦。地方你家在，咱有一个咱的苏馆长，一个女性敢拼，一个女性有温柔，一个女性敢做代志，将家己婚姻当作家己的一个大大的家庭，每一个老老少少，伊拢爱照顾着。这种的馆长，咱一定爱继续给伊做票，掌声好不好？建我镇长，咱唔敢认为讲伊从何进前就歹去进票啊！安尼的时阵哦，伊咧足歹看呢。虽然都无人甲伊竞选，总是民主竞争，选票就是上好的力量的后盾。所馆长将来四年，还佫有真多咱爱推动的关键，希望还佫有真多伊要做的代志。伊如果有足多足款的选票做伊的后盾的时阵，已经中央讲话，只要动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，拜托大家全力来帮我们施县长争取全云林最高选票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有信心吗？我先管我去，我轮回的时阵，轮回乡的乡民讲，我云林县所县长，我要投票投头一名，咱来比较一下，顶头顶顶哈。但希隆，咱来谈拿苏县长得票率最高，全云林县苏县长得票比例上高的所在，咱希隆镇把他拿第一名，好不好？啊，心中我的客家子子弟，客家庄，我的祖先叫希隆去扛周身。好，我知道很多客家人，那我想说，一定要让我的客家兄弟好，要能够当选。我的女性，我的秋萍啊，议员也要当选哈！拜托大家，就这样子跟大家感恩，就是感谢大家对手观众的支持，手观众人继续表力，多谢大家。再多感谢各人对啊，伊个全国收入啊，为着和平做当最多，感谢伊。咱的乡亲时代啊，咱搁再来回来邀请，赶快是咱昆林关健身操协会由咱总干事蔡丽玲总干事。咱锻炼年轻，不要留白。咱赶快让兄弟们加强，感谢您。我欢迎这群充满活力、美丽活泼、年轻的咱的女性，咱的好朋友，咱来给咱跳这个健康操。